登上世界双打桥后的谢淑薇，在台湾时间今天晚上继续和搭档彭帅拼抢马德里网赛双打决赛的一个门票，但很可惜，最终是在四强止步了。名列大会头号种子的谢鹏佩，准决赛对上西班牙组合，以7-5抢下首盘。不过却在第二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惨遭破发，也因此3-6遭到扳平，让战线被延长到决胜盘。最终在抢食大战当中，台下组合是惨遭逆转，以8-10败下阵来，无缘冠军战。